个球就出手了，右边方向又是一支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，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。兄弟上队的回传球传偏了，郑达宏这支安打也带一分打点了。这是新农牛队，转眼间两队的差距只剩下一半而已。高球啊，专挑高球打。这支安打的出现呢，除了帮助牛队追回一分之外，另外啊。